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游戏时光机，我是实况主播云海，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回到中古世界哦，那设法推翻魔君，那时候就是设法推翻魔君索伦哦。那之前我们好不容易跟刚铎人民会合，那好不容易救到班拉诺，然后找到一堆人，然后现在班拉诺被救走了，又被绑走了，啊，不断在救人。我总之走。走吧，走吧，走吧。We must find Baranar before it's too late. He is bait, Talion, and he will live until we arrive. 我看一下我的任务。我刚说我的道具任务有吸收吗？有刺杀吗？有刺杀，所以我们这样子。这个比较麻烦，所以我直接请你刺杀。OK， 我就说吧，潜行任务对我也是很简单的。这个不是吗？可是他们这个有属性效果，属性效果其实是比较好的，认真来说的话，差左右的那个其实还好。我需要它的属性效果比较好一点，也比较方便一点，就是我在做挑战的时候会方便一点。它是吸取，然后它是这个也是这样子吧，它也是吸取。哦，这是冻结。哎，等一下，这个是不是另外一个是冻结啊？是的话，我们就先解冻结，确认一下。诅咒。四段我们就可以统一先解同一个，四就没差了。说
哎，不是。The captains ain't gonna ignore me now. 今天开局不利啊！今天真的开局不利，那超好笑的，烂透了我。剑术大师啊！烂透了，我也在那边玩那个。但是，为了解任务，然后这样子搞，真的是。And after we defeat the Dark Lord, what then? Middle Earth will be free of his corruption. The men and the elves and the dwarves will squabble, and someone else will rise. 测一下，今天刚有蜘蛛吧？不行呢、欸，所以中毒可能要。酒之类。中毒可能要毒酒桶之类的。哎、欸，已经自动，好吧，各位。算了，炸，飞，飞，烧。幻兵者暴击造成，可是之前有一把啊，这个更强啊，这两个效果都有，而且我还多一个，所以这更强。这个也不错，算了，这个使敌人中毒，哇，这个才是。那这个没，这可以跟那个一起解。酒桶一起解，没问题。或是有 Borg， 之后再来解好了。我们今天还是走主线为主啦。我们平常开台，我们还是尽量走主线。有斗篷，刚还没解完，自己都没注意到。暗影圈养者。终极杀可以补习，这器材不错。
卡卡的。卡卡的那一天，只作为俘虏一只坐骑而已，没事。To be struck down by the darkness of Sauron. Yes, I'll have you next time. I'll have my revenge. Die. Protect our flank. Did I break your concentration?等一下，我要确认一件事，它是黑暗的，因为我的任务里面有哪一个是黑暗的？记得，好像有，按错了。哎，我要怎么这个？杀死一个晕眩中，我不知道怎么让晕眩，但是我记得我有个任务叫。像是戒指的，是不是？对，这个。我需要招募他。Hey, you like? Are you looking for me, Ranger? Oh, I do hope so. Bleeding!
这算不算云旋风、啊？靠，不算。他刚没有跳出云旋的动画，我就按下去了。可恶！学传送剑士，速把他杀掉。结果最后杀的那个其实是信使。这不是信使啊，是那一件，是我要的那一件。确认一次，第一个击杀晕眩中的队长，第二个逆中吸取敌人，再爆头中毒敌人，让敌人着火。这个没有别的，对不对？这个不能招募的是，哎，对，而且我刚没有换，刚没有换，好吧。杀死野兽，这比较好，简单一点。Death would be relief to these men. The purpose of this camp is torture.这次是相对近的，37级天啊！我等级来这里是不是真的不太够啊？
反正你没看我一直切出去，主要是你要反正有些东西呢是不顺便解决，真的浪费我平常太多时间。需要这样顺便解决。这本就浪费了，这把拆了吧。我需要这个点火。在完成这个时候，尽可能保持潜行啊，能潜行多久就潜行多久。就是能延缓多少被发现，就能延缓多少。毕竟我们是孤身一人嘛，对不对？所以尽可能低调比较符合我们正常来讲发展的模式。I don't know why we had to come all the way to Logbooks with this one. Punish my fate like this. Orders is orders. If he can lead us to more of these pigs, then it's worth it.小地图上的那个消失了嘞。What was that noise? 这就是重点位置，所以我们要换一下。
这士兵这么神勇的吗？ Quick, Ranger. We cannot stay here. Bye, Ranger, and thank you. Nothing sneaks away from me. Filthy pigskin! Slaughter! Hear that, Captain Gondor? They got something special cooked up for you. Poor Scream. Zuka， 我想一下哦，身上有没有东西可以让它中毒？这种东西其实要想办法尽可能的让它。
该那之后应该会有还有一个寒霜之子之类的。You think you're going to save lives? A real hero? That the story you tell yourself? Stand, man of the West! The block faster than that! You maggot! Did you come in here to get caught? Or to rescue your brothers? Because I'm seeing a lot of one, and not a lot of the other. 下来，怎么下来？双实力真的超强。这个任务，好吧，这对我应该最简单的任务都是过关，太可惜了。Kill me, you cowards. Just kill me. 要把旁边的人放开，不然真的过场动画，这两个人会不会被放开？对，应该吧。Kill me, you cowards. 他不会告诉我他在残杀那个吧？余孽吧？错了，那是一级啊。You're injured. It's nothing. You saved us. Again. You're right.Staying in Mordor is certain doom. But I cannot leave. My lady. But we will be doomed. Together.
还是留在魔都这块大地吗？这也等级不高哎，还有安装。哎，其实我忘记开聊天室，我现在想起来，我一直忘记开聊天室。等一下，我开一下聊天室。效益不大了，小台这时间点通常大家会看大台，只想要聊天室该开的都要开一下，而且既然想起来，没想起来就算了，想起来就要记得。觉得你们感觉不到，但是这个其实是那个圈圈其实还有手柄的感觉，刚躲在哪儿？这边刚才看到你。How impressive you Torks are!要去放在火上面。超有用哎、欸，对抗他都超有用哎、欸，不断冰冻来回就好。那冰霜真的是一个很强很强的效果。哎、欸，他为什么没有晕眩呢、啊？在这个招呼状态是我招呼还是敌人招呼？其实我蛮好奇的。
这个等我关台再看啊，每次我都看好这个。看一下我们现在人的字。从空中都是啊。上来直接站在他们面前，我自己都傻眼了，不用说他们。谁在动？
该是因为斯罗的记忆的关系哦。教师应该先摸一下斯罗的记忆。哦，这里这样有东西，算之后再去拿。下一个任务在哪里？找不到下一个肉。算了，我们现在剩多久？大概在十分钟左右吧，累了，所以啊，我们去这个好了。我们一路这样穿过去。上面比较不会换。Yourself. What was that noise?射手训练师应该在我旁边左右，应该在我附近。
兽在那边。哇，这边任务一大堆耶。Traitors from the slave camp to the shadow ledge. Stop moving.吃我的鸡怎么过去？没有啊，哦，哦，这里，哦，对对对，这里对对，想知道怎么上去。摸了，原来是这里，这里有一个小洞。弄半天就让他跑进去了。The power did not come from armies, but th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to lie in wait. This is the truth he taught me, and so I lie in wait. And when the day comes, I will.麻烦是，其实有些东西你不太确定，就是你不太确定它拼出来应该长什么样。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哦，那个耳语声越来越大喽。She sacrificed the ring. She gave it to us. There is calculation in her every move. We can never trust her. This is really like...诗歌教条有带有那个伊甸记忆的那个玩法。我们不解这种钢哨任务，钢哨是任务。
射击。上面还有，天哪，这也太多层了吧，我没注意到哎。才27级，对不对？我其实差不多了哎。哦，可是我离得好遥远哦。原本想要这个的，就在这里面绕了好大一圈。好了，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结束在这边了，好不好？And yet to the men of the South, it is as ordinary as your tunic. Only distance makes this precious. Oh, 他这刚一件个衣服，我用的那个衣服，但是因为他那个不会有文字叙述，就是在刚的画面不会有，所以我都把它跳过。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看。那如果你喜欢我的时光，不妨到 Twitch 搜索 FB， 然后在这些地方帮我送游戏时光技能，按赞、订阅、分享与追随。想看更多影片，可以点旁边小黄黄。那就先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游戏时光机我的实况主播，我们下回再见，拜拜。